我们不能再等了，深圳降不下去，我们只能备降广州了。不行，备降广州，这样太耽误时间了。康康怎么办？小伙，你怎么看？我同意，备降广州。肖默，塔丹，这里是 GP6223，我们飞机上有重要的医疗物资和救护人员，人命关天，我们请求尽快降落。GP6223，现在不建议降落，继续等待指示。继续等待，GP6223，备降广州。是。任机长。不能备降广州，康康还在等医生，还在等骨髓，他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必须降落在深圳。吴迪，现在不是我们不想降，而是我们降不下去。那为什么不可以试着从暴风雨中穿过去呢？之前盲降的时候你不是都已经做到了吗？现在为什么不能试试看？吴迪，请你搞清楚，我们的职责是负责几百个人的安全，而不只是抢救康康。孰轻孰重你好好想一想，否则请你离开驾驶舱。塔丹 ，GP6223，我们现在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准备备降广州。GP6223，允许你备降广州。收到。哎呦，吴迪的飞机现在到哪了？他什么时候能过来？阿姨，你别着急，吴迪的飞机在深圳现在下不来，迫降到广州了，他们正在开车过来呢。还要多久？如果顺利的话，可能要一个小时。阿姨，阿姨，尽力了，康康因为器官衰竭，抢救无效。你们来晚了，康康，康康走了。你这个人满嘴只有规则，只有专业，你懂爱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你会爱吗？小莫，我告诉你，人生不只是只有规则，还有人性，还有感情，这些你有吗？你除了会飞，你还会什么？